这是一起经过室内在剧毒的过程里面传播到家庭群聚的一个过程。那影响所及除了赌场的除了赌场里面所聚集的当时的所有的人之外，那包含两个家庭也因此受到了群聚感染。那这个赌场位置在我们的瑞竹，在瑞竹街，在瑞竹街。那瑞竹街这个赌场呢，基本上根据我们调查，在案5888、案6553、案6770、案6365以及案6771以及其他两个还没有感染的这几位牌友，这几位牌友，那都聚集在这个地方。那案5888，根据我们的扩大框列追踪调查，除了昨天公布的案5889案父有确诊之外，他的母亲按6363也确诊了，还有他的同事按6767也确诊。那按6767是一样跟他在这个足底按摩店这边担任相关工作的这个同仁。那基本上由于他们工作的关系的足迹也相当的广泛，那等一下会一一公布。那按6553，那按6553是他的牌友，他的牌友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呢，除了在瑞竹排间之外，还有另外到一个立信街的一个排间，也常态性的在那边逗留，然后跟牌友一起在那边打牌。那在这过程里面，按6553的疫情也传播到他家里里面，全家包含他的太太以及两个女儿全部确诊。那而且这样的疫情也扩散到立信排间，按6773。按6773，还有另外一位快筛已经有发现的这个个案呢，目前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。那五甲排间也是另外一个在按5888会去偶尔会去打牌的地方，目前我们掌握的这个接触者一起打牌的大有三位，加按5888总共四位。那目前来讲，五甲排间还没有确诊个案。